有一哥们儿特别不屑地问，这尊严能值几个钱？这怎么跟你说呢？这么说吧，这有些尊严啊，就像长城、埃菲尔铁塔、自由女神像，无价。有些尊严，就比如您呢，就像我去小铺买手指送的那塑料袋，拿过来呢装垃圾。您说它一赠品能值几个钱啊？是吧？还别说，您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但是别乱扔，啊、嗯，不环保。哎呦，说着就捡到一个。哎，你看，告诉你别乱扔，别乱扔。